太阳一吹，照巴山喽，巴山人民哟，新年天嘞！我叫杨远忠，是陕西省紫阳县浩平镇双胜村第一书记。我刚来这个村的时候，他们还不太接纳我，认为干部来就是做的样子。听说他们喜欢唱山歌，我就跟他们就对对山歌，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对我们的扶贫工作啊很支持。我拍的过，我拍的过。哎，切糊的吧？嗯，吃完没有？在这个后院啊。扶贫攻坚以来，我们这里发生了很多变化。我身后啊，就是我们村里的安置点，这里的居民都是从5公里以外的山上搬下来的贫困户。今天我是第一次用 vlog 的形式来记录我们村的故事。17、18、19、20、21台，这是我们免费给贫困残疾人发放的这个茶叶修剪机，一台机子是1300多块钱，手工修剪，一天只能修2分地。现在有了个修剪机，一天能修2亩多。啊，今天我们早晨发的茶叶修剪机，有的贫困户已经开始在使用了。啊，我能修一下吧？啊，修平就行了啊，一般留个80公分。我们紫阳民歌，很多歌曲啊都与采茶有关，我给大家唱一首紫阳民歌。采茶天哪，上茶山哟哟哟，姐妹们哪，心喜欢吧哟哟哟，天山飘琴香，五福好茶园，山山飘琴香，五福好茶园。我们全村有2000多亩茶园，茶叶产业是我们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，那带动啊200多户贫困户，啊户均增收2000多块钱。啊，我在茶园里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去买。前两天约的茶商已经来了，我们走吧。层次比较清澈，这个茶也是民间茶山。啊。这个茶是贫困户种植的，也是我们村上的一个主导产业。这特别精炼子，这个加工质量，说实话是一个很大的提升。最后提香，所以那个茶味道很美。帮忙销售以后啊，等于是也给帮手扶贫了。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了，老百姓的日子好了，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了，晚上跳跳广场舞，唱唱民歌，你看这不就跳出来了吗？山歌哎，唱的实在好，你哪不知哎。